哎，我自己要上那个瀑布。好的，那你慢点哦，宝贝儿。你知道哪个瀑布？我知道。不是那个洞洞吗？我知道不是这个洞洞。走吧。带你去参观一下那瀑布。好的。下来。这条路。就这个吗？好的，那你慢慢的过来，宝贝儿。嗯，这就不对了哟。妈妈给你勇气，给你加油，好不好？我怕这个管。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复杂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让妈妈过来好吗？嗯。有点过分了是吧？但是我还是下来呀。啊，好，走吧。走了，我去找平路了。好的，算你勉强过关好不好？咱们还得继续加油练那个上下好不好？这是考你身体的一个转换，看你转换能不能迅速的从上坡转换到下坡，懂了吗？嗯，好，加油。妈妈，哎，我带你去个神奇的地方。好的。不是个泥坑，好，是什么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走吧。好。好的。来来来来，嗯，